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梦想致一周新闻》。中泰乐生活4月29日试营运，精选品牌佳绝美空间正式亮相。建筑设计由吕德建筑师林友涵担纲，以昔日基隆河面来往商船丰盈满载的货物为发想，商场英文命名也呼应基隆河以北。从商业规划、建筑设计、空间质感、品牌进驻到艺术展示，透过策展力凝聚，处处展现出时尚与艺术，汇聚潮流与设计交融的亮点。玩乐家住宿 K-Look 推出 Stay 家全新服务。 Stay 家全新服务率先在台湾、新加坡、香港、马来西亚、日本、菲律宾、泰国七个亚洲市场推出 Stay 家，为旅客打包玩乐体验和住宿方案。除了能享有玩乐体验最低五折起优惠，旅客也能选择含有免费机场接送、免费 SIM 卡、WiFi 的 Stay 家方案。疗愈变装系猫咪猫福山迪青石店5月1日诚品武昌软萌现身，猫咪们看过来。以鲨鱼喵及炸虾喵在日本窜红的变装系萌猫猫福山迪来台北诚品武昌开设猫福山迪青石店，五大超萌打卡景点绝对占满你的手机记忆体，各种加心喵图的手工饼干、萌猫杯子蛋糕与红豆饼限定青石甜点，以及近70款全新周边，肯定让粉丝们买到剁手。以上是梦想致为您精选本次的一周新闻，后续也请准时锁定，下次见。